每一次出发都有一个目的，每步路累积的回忆都是丰盛心灵的旅程。在新北市的树林区，我和多元族群的教友相遇，感受树林区教友对信仰坚定无比的向心力，目睹树林区教友齐心重建圣堂的成果。请跟随我的脚步，寻找心灵的宇宙，走进映照眼眸的那道光。坐落在树林火车站中山路附近的树林耶稣圣心堂，是一座2010年才重建完成的教堂，而当时遭受台风严重的毁坏，但教友们克服了种种的困难，才花了短短2年的时间就把教堂给重建完成。而这座重建后的教堂会呈现一个什么样的面貌呢？连我自己都充满期待。现在就让我们出发吧。在人群来来往往的树林市区，树林天主堂就伫立在街道旁，是树林地区民众接近天主、凝聚信仰力量的重要场域。远远的从这个热闹的大街上这样走过来，老实说两边的房子还蛮紧凑的。可是忽然间往右边一看，哇，我发现有一座这么漂亮的教堂，崭新的，然后它有很漂亮罗马柱和罗马的这种拱形，其实就会让我蛮好奇，想要进一步去了解说，这里面有什么有趣的故事。这座有着罗马式建筑外观的圣堂，是经过三任本堂神父的耕耘和传协会成员的努力，才得以重建完成。而这个重建工程的推手是来自意大利的罗志伟神父，这次他特地回到树林，为我们述说这座圣堂重建的故事。这么一座美轮美奂的教堂还真是漂亮哎，但是听说好像不久前它还不是这样的样貌。对，一定不是啊，因为以前就一开始就有一个很简单的一个教堂，因为有台风，那个屋顶塌下来，那时候第二个本堂神父就是谢神父，谢根基神父，那时候拆掉这个教堂，因为也没有办法修。我本来也因为在非洲，我在非洲象牙海岸那边传教9年，那边也盖一个新的教堂，比这个还大，所以就有一点这个经验。那既然这么多教友都这样子，有钱出钱，有力出力，那想必应该会有一些地方把他们的这些善心都给记录下来吧。对，有，因为他们就我们这方面，我们自己的教友有奉献很多，还有其他的地方的教友奉献，我们以后有一个地方有他们的名字，有些、都有这些地方、在哪里呢？你可以带我去看吗？可以去看，对，好啊，好啊，外面这边，好啊，我们走去看看吧。这一面铭刻着众人奉献心意的纪念墙，不仅记载了当时捐助者的善心，更传递了教友们的感谢之意。那时候开始还没有找那个建筑师啊，就是跟教友讲我们要盖什么吧。以后就那个2007年，初就是有找两个建筑师，跟他们说清楚啊，我们要那个空间啊有多大。为了让我更加了解圣堂重建的故事，罗神父帮我引荐几位传协会的教友，来为我解说圣堂修建的过往。胡大哥，听说您是这边幼稚园长大，然后一路都在树林成长，然后看着教堂不断的改变的一个见证者。是，因为我小时候就来到从彰化来到树林，然后进入他的幼稚园，然后一直到现在已经46年了。刚好这个教堂它的一个从最开始，它是民国44年就盖好，那盖好它的照片大概那时候盖起来在。民国44年来讲，以他当时的教堂算是很漂亮。我们的第二任神父谢神父，他来接任是民国83年。他来没有几个月，跨一个年就遇到台风，就整个都垮下来。然后一直到那个第三任神父罗神父来之后，他知道我们教堂一定要盖，而且人越来越多，所以那时候就是大家除了祈祷之后，大家整个动员起来。那时候让我们感动是所有的人有钱没钱。都开始准备帮忙盖教堂。在盖教堂的过程里面，那罗神父父亲刚过世，他父亲留给他一块地，他把那块地卖掉，把那些钱全部拿来教堂，甚至他回去
奔丧的期间，也跟意大利的一些教堂募了一些钱带回来。整个过程，我们发现太多的，包括神职人员，包括所有的教友，付出太多。所以今天看到这个荣景，只是我觉得是当初大家的付出，它才展现出来的一个结果。在神父们的积极奔走和树林区教友们的齐心奉献下，树林天主堂终于在2008年9月14日举行动工典礼。经过2年多的施工，在2010年12月18日重建完成，完成了大家多年的梦想。哦，当时听罗神父说，这个教堂在盖的时候有经过大家的这个评选嘛？哦，那大家也表达了很多的意见。那不知道这样最后盖出来，真正呈现在你们眼前的时候，你们对这个教堂又有什么样的看法呢？其实一刚开始在大家炒这个图的时候，因为刚好我们那个中华朝圣地在板桥，如果你有经过黄河南路，你看到它的样子就很像庙，所以当初在还没有给教友表决之前，我们传协会开会，会大概决定一个样式跟它的形状，所以就有传协会讲说，我们不要盖得像庙一样。其实等它全部盖好到。盖好了以后，我觉得还蛮跟原来要画的那些图跟我们想的都完全是一致的，接近的、哦，接近的。虽然他后来有压一些东西，但我们觉得还压得更漂亮。您也是觉得满意啊？哎，对，我很满意。因为我们可能受西洋的电影啊或者什么的影响，有共鸣了。对，我们感觉说、啊、教堂就应该是这样子啊，所以说其实真的很满意，然后也感受到说。教友因为盖圣堂那个时候的那个团结，然后那个渴望。听到教友分享圣堂重建的故事，更让我迫不及待的想要走入这座新生的教堂，探索圣堂中的建筑美学。哇，神父，我们从外面这样一走进来啊，其实视觉上就可以看见这幅很漂亮的壁画。不知道这壁画有没有什么特殊的含义呢？哦，它。一方面就是很清楚表达这个圣堂的它的圣痕，就是耶稣圣心堂啊，所以有耶稣圣心啊，就在那边就可以很明显的看到，而且还蛮立体的。对对 对, 对，这个是一个马赛克哦，马赛克的马赛克、嗯，所以一块一块的是拼贴，对拼贴、嗯，那所以是比较特别。不过我发现另外一个有趣的地方哦，教堂的这个壁画之外。它这个罗马的拱一层一层的往外叠，我觉得造型也蛮漂亮的。不知道当时是谁这么有创意啊？其实都是跟建筑师啊，圣中华建筑师啊，跟他讨论啊。我本来有这个想法啊，我跟他说我们应该有需要的样子啊。那这方面也觉得，如果是这样，可以治愈的一个功能啊，因为就是可以保护门，还有重要是人来的时候，可能门还没有开的，还是出门的时候有下雨啊，可以留在这边比较会比较舒服一点啊。神父的心思还真是细腻，把每一个教友会经过的环节都考虑得很清楚，我觉得这样真的很棒。教堂广场中的圣母像流露出慈爱的光华，仿佛注视着每一位造访圣堂的教友，为他们祈祷与祝福。走进教堂之中，圣堂外原本车水马龙的吵杂声瞬间消失无踪，取而代之的是宁静庄严的空间氛围，让人感觉来到了天堂，如此的神圣，如此的美好。哎，神父，一般的教堂也都会有那个圣水池放在门边，但是我发现这边的更漂亮而且更大，这是当时有什么不一样的想法吗？对，有不一样的想法，因为这方面有两个功能，一个是就是一般的圣水、啊、就是进堂的时候可以做圣号，那可是另外一个是可以淋洗啊，淋洗池。那因为一开始在教会淋洗的时候是进水的，还有这边也有那个耶稣受洗的那个，就是会因为是也是在门口，因为也表达我们就是淋洗是第一个圣事，我们要
进入教会的时候，我们先领洗的，然后就也参加弥撒，就领圣体啊，所以在门口是先领洗的，以后就可以进去了。哇，光是一个入口的圣洗池就有这么多精彩的故事，想必里面会有更多很漂亮的东西吧？对，也不错，有很多有特色的。那神父带我去看看吧。好，我们可以看一看。好啊。哇，听神父讲了这么多精彩的故事。然后往前上看，哇，好漂亮的一个壁画，整个视觉啊就会深深的被它这样造型给吸引，好漂亮哦！这里面一定有很多神父思考的细节，要做到这壁画，应该不是一般人可以做得到的吧？对，这个是比较艺术品。嗯，对，也这个也要感谢一个意大利的一个朋友哦，叫意大利的朋友，对，一个 Paolo， 他是专业做这种壁画，因为他有学神学，有去俄国学这种，因为这是比较那个东正教的一个样子哈。可是，在我们天主教也常常用的。不过这样整个看上去画面好丰富哦，有没有哪一些特别精彩的东西，神父可以跟我们大家分享？对，那重要是中间，你看也它的比例是比较大，就是耶稣啊，耶稣跟他的手在这边，因为是耶稣圣心、嗯。那还有那个。福音的一句话，你们背起我的轭，向我学习，因为我是仰上心前的，因为就是表示耶稣圣心的一个特色。那这个耶稣啊，他像他的颜色也有他的意思，他的意义啊，像耶稣是衣服内衣是红色的，外面是蓝色的。那红色的代表他的天主性，那蓝色的他的人性，因为耶稣本来是神，是天主，所以他本来是这个红色这个天主性，可是他变成一个人啊，诞生了，那就有取得我们的人性，所以反而这个颜色的内外还去代表了他本来的这个一个特征。对，对。这幅壁画是一位来自意大利的画师所绘制。为了让我更清楚了解当时制作的过程，罗神父邀请了当时协助作业的教友陈大哥，为我讲解淡彩技法的特殊之处。哎，陈大哥，嗨，刚刚我在听神父在跟我介绍这个整个教堂的淡彩画的时候，他一直跟我讲说这个不容易做到，然后会有很厉害的人在帮他，他就叫我来这边可以来跟你请教。那是不是您对淡彩有一特别深刻的了解？哦，其实这个早期我完全没有接触过，然后是因为盖这个圣堂，然后又刚好有这个机会，然后因为那个画家他一个人他做起来会很辛苦，然后神父就问我们说啊能不能帮忙，我说好啊，然后就帮忙，然后其实在帮忙的过程中也让我学习到非常的多，因为这个真的我以前也是早期就是有在学这个画画，但是从来没有接触过这一种材料。你在画这个画之前，我们先要上一层底色去保护这个墙壁，然后它上底色它是去买那个蛋白，它蛋黄不可以，它只能用蛋白，然后用蛋白再加上我们那个石灰粉，好，然后再用我们想要的那个颜色的一些色粉，然后去调一调，然后再把整个想要画的这个区块把它涂满，哦，这个就是上底色。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这个颜色，跟这一些圣像画，它就是相反的，它变成用蛋黄。哦，对，它用蛋黄，然后去加白葡萄酒，1:1，好，然后因为它怕那个天气太热会臭掉，所以它里面还要再加一些那个樟脑油，在里面。好，当作调色的颜料，因为它那个矿石粉本身它没有粘性，也没有什么附着度，所以它需要透过那个蛋黄的粘着性，对，所以才说是淡彩，所以它是充分的蛋白蛋黄都用到，只是说它是不同时间。这一幅使用淡彩技法的耶稣圣心壁画约有6公尺高，右手处是圣母和波多路，左手边则是圣德莲和圣保禄。壁画上方有一只天父的手，代表着心中的圣言，提醒世人时时保持良善与谦逊。
哎，陈大哥，一般教堂我们很容易看得到这种彩绘玻璃啊，但是这边在那些当时设计的选择上有没有一些特定的主题啊？哦，有，因为当初我们神父他在规划的时候，他就想说，我们既然要设定这个彩绘玻璃，我们应该选一些跟我们当地的教友比较有相关的一些圣人。哦，有哪些圣人呢？我举例，比如说我们像左手边，我们现在看到这个圣若瑟，他是耶稣的爸爸，然后他是一个木匠，然后在我们教会里面，我们把他设定是一个工人的主保，然后因为我们树林那个工人的教友非常的多，所以我们当初设定就选一个圣若瑟来当我们这边一个彩绘玻璃的其中的一位。你看我们那个圣凯德利，他是一个印第安人。然后我们树林这边有一个特色，就是我们这边那个从花东过来的原住民非常的多，然后圣凯德利他是一个原住民的一个主保，所以我们在当初设定的时候就特别选一个原住民的主保来当我们这个彩绘玻璃的一个圣像的一个代表。不同职业有照顾到了，然后不同的族群也照顾到了。对，树林天主堂中有许多结合艺术与信仰的彩绘玻璃，每一幅彩绘玻璃的背后都蕴藏着信仰的意涵，成为教友认识天主真理的最佳途径。听完了神父的介绍，还有整个老教友们分享的照片，我觉得树林天主堂最特别的地方，就是因为当他有了一个重建的机会之后，教友们可以有钱出钱，有力出力，不分族群，大家彼此融合，然后很辛苦的把教堂重建起来，所以每一个细节每一个角落都有教友们可以分享的故事和内容，我觉得这是他最值得回味而且最让人感动的地方。在树林天主堂旁边有一间历史同样悠久的圣言幼儿园，它是由第一任本堂陈明之神父所成立的，在那里我也许可以发现更多与树林天主堂有关的故事。哇，园长来到这个教堂被他的这个美吸引，可是慢慢的我又发现他旁边有个更漂亮更可爱的幼儿园。是的，这个幼儿园跟教堂有什么连结的关系吗？有，我们的教堂当初在成立幼儿园的时候，因为我们是天主教会学校，所以呢，我们的陈明之神父他本着基督博爱的精神，希望呢把这个教育宗旨服传到每个家庭，所以那时候我们就是依靠我们天主是爱那这样子的一个教育理念来兴办这个学校的。所以整个幼儿园已经有多少年的时间？60年。60年了，没错。既然已经超过60年，有这么有历史的一个幼儿园，有没有一些特别的教育理念是别人没有，只有你们有？我们的因为教会学校里面，我们非常着重生命教育，希望把这个美善的种子深植在孩子的幼小心里。那有什么样特别的教法会让小朋友变得与众不同呢？我们有故事绘本，生命那个圣经故事的故事绘本，圣人的故事。请问耶稣有几位门徒？12位门徒，对不对？好。结果呢？多默他说：“我不相信，除非耶稣出现在我的面前，我要摸摸看耶稣的钉痕，我要看看耶稣。”在参与圣言幼儿园上课的过程中，我看见老师将耶稣的故事融入在教材中，在小朋友身上种下信仰和福传的种子。成为培育天主教新生代的基石。哇，这时候多默亲眼看见耶稣，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阿们。树林天主堂的重建是一群在地教友团结一心合力完成的成果，成功凝聚了教友的向心力，更吸引了树林地区众多不同族群的教友前来感受天主的临在。这么多人这样陆陆续续来到教堂，今天是一个什么样特别的活动呢？今天是我们那个联合弥撒。哦，联合弥撒。联合弥撒。一般来说呢，会有看到不同时段去举办不同语言不同文化的弥撒，但是像这个联合弥撒其实也是蛮特别的，当初是什么样的一个想法想说要把大家聚在一起来办这样联合弥撒呢？这个是重建这个教堂的时候，
那大家就希望有一个机会在一起嘛，因为有一个很明确的一个目标。那如果达到这个目标，应该大家来团结，所以那个时间他们有这个联合弥撒。那后来还是继续，因为我觉得大家有觉得很不错嘛。虽然他们一般人跟主日有自己的弥撒，但是一个月一次，大家一起共融。每个月特别举办一次的联合弥撒，让大家有机会可以聚在一起，聆听天主的福音。无论是越南籍、菲律宾籍，还是原住民族群的教友，回忆起当时重建的情景，心中还是满满的感激。参加整个联合弥撒的过程，听着这些不同族群的乐声此起彼落，相互辉映着，仿佛好像语言根本不是什么重点，大家可以因为共同的信仰而找到一个共同心灵的慰藉，而这仿佛就好像他们共同第二个家一样，很美好。这是我觉得参加联合弥撒最感动人的地方。那我们也是天主教，可是这两年多来我才知道树林的教堂来。这个教堂的圣家的弥撒，那感觉到是很温暖。教堂的神父就是修女，也是会帮忙我们的越南团体蛮多的。我们觉得好像在家乡一样的。听中文的时候，我有一些就听不懂，可是自己做那个越南弥撒的时候，就听得懂，就感谢耶稣会懂会就多。会有进信越多，因为我们原住民的一个文化语言呢，还有就是音乐呢，歌声会慢慢的流失。透过教会的团体，我们在提倡我们自己本身原住民的文化，还有文化可以继续透过这样的活动传承下去。对，树林天主堂重建完成后，参与弥撒的教友数量也越来越多。在他们身上，我看见了天主圣言强调的和谐与共融。我想，这就是信仰带来的力量。这次来到树林天主堂，我们看见了教堂重建后的雄伟样貌，也听见了教友们分享这个整个重建过程中的辛苦故事。也更感受到整个联合弥撒欢乐的气氛，这些都是因为共同的信仰，才让这些不同族群、不同文化的人可以彼此这样交融着。也期待未来会有更多精彩的发现。我是天豪，我们下次见。